涵涵呢？涵涵在包房打电话呢吧？把他叫来。涵涵，上岗。妈，我们老板马上就要开会了，等一下我给你回过去好吗？姑娘啊，医生说了，你把这病啊，再耽搁下去就要病变了。说不准的。妈，你别哭了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老闺女啊，不行就回村里吧，嫁给王公子了。他们家人都说了，只要你答应啊，就把你爸的病治好。妈，我俩不可能。涵涵，于总叫你开会呢。好，知道了。妈，先不说了。喂。喂，老头子，这孩子也太不听话了，连你都不管了。齐总。这次我出差，发现饭店的状况非常不好，居然还有人在上班期间打电话。酒起开啊！啊，好。先生，酒起好了，那我就再过来给我倒上啊。
妹妹温柔点。酒洒我身上了，这事儿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哥哥也是有身份的人，穿的都是名牌，你看看咋办？哥，要不今天这桌在我妹身上。我大哥差你一顿饭呢。哥，我不是那个妹妹。老妹儿，还没看出我大哥心意？他想啊，跟你喝杯酒。哥，我们上班时间老板不让喝酒。老妹儿，老板管着呢，他管得了我大哥吗？怎样？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应该是202的客人，叫泽哥，每次来都对咱家服务员动手动脚的。还有这事儿？谁在202？应该是涵涵吧。刚才有人叫他去上酒。行，我上楼看一下。老妹儿，你这也喝不少了，装假。大哥，老妹儿啊，一看就有料，指不定啊，以前也是个果盘。高兴了，诸位。哎呀，这不我泽哥吗？打扰您雅兴了，对不住了各位。喝几个，少喝。站住！你就把他这么领走了，是看不起我吗？泽哥，说什么呢？我不是看不起你，我是压根儿没看。兄弟，你他妈挺仓啊！我长这么大
还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人。出事了。见到了，哥，楼下什么声音？没事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有我替你们扛着。你扛得住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酒瓶没咋的，也是他，也是他。什么事儿都是他做的。好，兄弟，你真是遇中一个好大哥呀。哥，不是他教我错的，我错了，哥，我不是人。哥们儿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站住！趁着年轻，走点正道。走吧。还有你。兄弟，不是哥，看他们都走了，我也走吧。你怎么能走呢？毕竟是主角。你走了，怎么往下演呢？哥，那你说这咋演呢？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心要善，嘴要甜，做人要有个好人缘。这些糖送你，希望你能。兄弟们，118饭店正式更名结束。这个段子呢，是我和我的团队连夜拍摄了15小时，播放量不是特别乐观，一集最高的播放量18万。我跟大家说这些，我是为了抱怨，可能我做的还是不够好，不够优秀，但是无所谓，我们还会更加努力。但是我最近听说官方出现了一个年度。我想跟我118的兄弟姐妹试一试。有很多人私信我，问我118到底是什么含义。118真正的含义是118。我希望所有支持我的人、喜欢我的人，给我发大财。每天晚上9点半，锁定我的直播间。能来支持金宇的，就来支持支持。毕竟拍了2年的段子手，我看看我到底有多少真正喜欢我的人。还有，记住一句话。